那个风化绝代算尽人心的无心为什么会失散成为药人？他若想逃，什么地方拦得住他？他若愿死，谁又能把他逼成这副模样？天启城里能够为他铺后路的人是谁？他能够信赖的人又是谁？是我，还有雷无极。你猜得不错，我选择你们的确是有我的原因。雷无极，用无敌伏魔神通。好，这套拳法当初是你教给我的，今天让你看看我练得怎么样了。瑟瑟，感觉无心的杀气没有方才那么重了。那我就是没猜错，这套拳法可以正心魔去邪祟，对这药人之术同样的压制效果。无限天涯人无悔，无限守住我心中有无限。你名叫无限，可真无限。处事不卑，行事不谦，只求随心随心念。老师你看着我，看看你的心，你看着我，看着你自己的心。叫无心，可真无心。大道无心，大爱无缘。前世一念缘起，因你缘灭，缘起最难解。回首萧瑟，清风明月，无缘无心为无缘。道是一念是善，一念是恶，善恶是。苍生难渡，悲悯人间。大道无心，大爱无言。